所以我们包之前先准备，包之前我们要准备什么呢？我们要先要准备这个粽叶，粽叶先洗干净，干的对不对？干的，干的你要先泡水，泡水， okay、泡一个晚上，泡一个晚上，对，泡一个晚上。You need to put in the water for one more night。对，泡一个晚上之后呢，它就会它有脏的嘛，对不对、嗯？然后你就把它拿起来洗，怎么洗呢？你要这样子一片一片的用那个软的布啊，这样给它抹过去。So every leaf you need to wash 干过来。再把它抹过去、separate. 这样子洗 yes separate wash you wash the sleep so you put the water in the water one night 什么的什么温度的水啊就是冷就是冷水 cold water put one night and let dirty stuff out and we need to wash yeah, 对、yeah. wash 这个然后 wash 好了之后你就把它泡到水里面、哦、等到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and then you put the water again when you want to use you turn off 哦等一下 wait a minute 这个粽叶呢干的时候啊它这边尖尖的吗好、啊、这边还有那个硬硬的要剪掉然后对你要把它先剪吗你先洗、嗯、洗完了之后、哦、洗完了之后你再开始剪 OK After you wash everything you need to cut the needle one needle plate、OK 好那这个叶子就准备好了、嗯、就把它泡着这样子然后你还要准备什么呢你还要准备糯米这是糯米这糯米一般来说我们做咸的就是用长的糯米长糯米如果我们做我现在做的是广东粽对不对广东对 When he talks she has to be on the camera Are you in the camera? 对、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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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don't want No, no, no、yeah. 然后呢这个还有花生红豆那这花生跟红豆也是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就把它先洗好然后泡还是要泡 so 要泡 the peanuts and the red bean also need to in the water、uh-huh, yeah, put in the water for one night、yeah. so together one night 就一起一个晚上可以对你就泡第二天你要包的时候那个什么那糯米要泡糯米不要泡糯米不用泡、okay. 糯米你可以第二天早上再起来洗但我今天这个呢是早上起来泡的当然也可以啦就是泡的时间没有这么久它可能煮的时候就要煮久一点、嗯、久一点好那还有什么呢还要准备就是咸蛋黄咸蛋黄鸭蛋的咸蛋黄对咸蛋黄那蛋白呢跑去哪了但它有现在有卖这种只有蛋黄的对、oh, OK 那我今天也有买那个什么自己剥的也有那你自己剥你咸蛋白你就可以留下来做那个什么咸蛋蒸肉饼啊但如果不要咸蛋黄我可以用其他的你也可以不放可以不放这个都没有 okay, 这随意你的随意你高兴的这不容易找到的话你就不放对然后再香然后再来、哎、香菇也要泡吧香菇也是要先泡对然后 the mushroom also one night and cut half dry mushrooms dry mushrooms just make it like this yeah makes sense 对 yeah, the cut one 这个栗子、yeah. 栗子也要先泡 this also need to be water what is it the nut yesterday we eat that one yeah, yeah okay, nuts干栗子、哦、然后这个当然就不用了虾米不用先泡对然后肉呢你也是要先那个腌我大概是前一个晚上就腌了也是要前一天晚上你就先腌好用酱油你要用酱油我加了一点 soy sauce 然后加了一点胡椒粉 pepper 加了一点五香粉我以前其实都不加的就是一点点那个然后一点点盐 salt OK我还加了一点点的糖 sugar little bit sugar 一点点 little bit sugar little bit salt 然后就腌、啊、就酱油就给它腌要腌起来但五香粉的英文怎么讲 五香粉我不会那个不用没有关系 okay, 不用没关系如果真的那个我们到时候再看、嗯、好那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把它切一切弄弄然后呢这个泡好了 对第二天早上把米洗好了之后呢混在一起对你就把红豆 花生放进去拌那拌的时候放什么呢放这个我今天这个是米是四斤这个红豆半斤花生半斤 4 kilo and half kilo peanuts 还有这个 half kilo 这个 red beans red bean, red bean、啊、然后等一下 and wait a second what this is a prawn dry prawn、yeah. 现在另外一锅起来了再煮对对看一下这个我要煮40分钟现在煮多少20到40这是包好的我们的那个广东粽的样子是有点长形的三角好立体三角还有就是、哦、这个呢拌这里面呢拌什么呢我这样子是5斤的东西对不对你是台斤对不对
还是公斤？台斤，台斤，台斤就是600克、哦、不是，对，不是，不是那个什么，对，不是那个600克，对，嗯。然后呢，我还要加，因为通常一公一斤的东西，嗯、大概就放6克盐。六个 gram 的盐差不多啦哈，不是说很准确，但是呢，所以我就要放差不多30克的盐，30克 of salting， 然后我再加了5斤，我加了6瓢的酱油 ，and 6 spoon 的、这个、soy sauce， tablespoon、sure. 这个好，这个6汤匙的酱油，我还放了2汤匙的油，沙拉油 ，2 spoon 的欧油。对，好，就这样，就拌起来，就这样子。and mix together。好了，那就开始包，就这样子。OK， 这样就开始包喽。刚才在接刚刚包的程序。包就拿去煮就是了。包了再拿去煮，好，先这样。